话说熊黛林郭富城相恋七年，近日经历了成功求婚、狗云会小三绯闻、黛林大秀正式范儿等新闻后，正当人们期待两人何时公布结婚的喜讯时，4月16号晚，熊黛林在自己的微博发表了一张图片，纤纤玉手如兰花绽放，但是这小指上却带着一枚闪亮的尾戒，并配文写道：“给自己的新礼物，祝福自己重新上路。”令众多网友吃惊不已，分手了。虽然对此郭富城并未做表示，但是从他的微博最后一条发布时间和内容可以看出，下午2点他的心情都还不错，所以要是分手也是晚上发生的。小编不禁感叹：“求求你俩别闹了。”由酷犬娱乐整理报道。